千万不要尝试跟住男友的吃饭速度，一口接一口。男友不知道我录影在干嘛，录了三分半我就受不了了，一口吃掉，只好再塞进去，好烫。来不及吞下去，又要放食物，一口饭，一口肉。网友看完说，男生吃饭节奏真的快，看起来是真的饿了。好看，让你看一下时间。你干嘛？你说我花钱的时候速度要慢一点。不是啊，那我钱包哎。你没有说不能拿你的钱包。你是要买什么贵的东西？呼呼，神令了，7-8万而已。太贵了啦！你自己明明就有钱。真的很慢。好听话的女友。